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我们下面就通过下一个游戏来看看我们兄弟之间的这个默契啊。好啊。这个游戏叫做快乐问答。快乐问答游戏规则：两位队员需戴上隔音耳机，并各自于问题板及答题板中随意挑选问题和答案。若能对上正确答案的组合，便可得分。得分较多的一组获胜。预备，开始。孔子的名言是：鸭比。在国外，朋友见面打招呼会说：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小沈阳的口头禅是：Nice to meet you, nice to meet you。让他太洋气了。电玩游戏中，春丽的话是：发达了，发达了。古代大臣朝拜皇帝时要说：还我血汗钱。江湖有句口号是 Money money home money money home。 被拖欠工资通常会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谢谢。有吗？有答对吗？没有啊。那个大臣们拜见皇上那个对上了，对吧？叫大臣们。没有。大臣们拜见皇上的时候说：还我血汗钱。这些大臣们被拖欠工资很久。然后今儿晚上请全体吃饭，大家鼓掌，他就同意了。说你的人气很旺啊，大家都来捧你来了啊！哎，吃饭今晚。来，各位，好，快乐问答，来，两位，预备，开始。母鸡生蛋的时候会怎么叫？快乐大本营，天天好心情。亲密爱人之间会喊对方。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，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师傅的经典语句：芝麻开门。求婚时会说的话：愿意嫁给我吗？晚会开场主持人会说：那英语我不认识，那英语我不认识。怕你。警察抓贼时会喊：咱不差钱，咱不差钱。开门时会喊的暗语是：鬼灯举起手来，鬼灯举起手来。李小龙的经典语句是：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、各位领导，大家晚上好。买东西时我们会说：老板多少钱？老板多少钱？答对两题，答对两题。听听这声啊，没造假。特别大声。这么大，太精彩了！你们最喜欢哪一题错的？亲密爱人之间喊对方是什么？你知道你答的啥吗？中国人不是东亚。太给力了，我天！这爱谈的警察捉贼那个我也挺喜欢。警察捉贼的时候会喊什么？咱不差钱。好，两位非常精彩，谢谢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ten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十。